妈的，给点不一样了。觉得可以了。这种才高啊。哪一种珊瑚才可以很高啊？很高。不能往上叠，超开心的。很开心，我怎么都记得只有水草才会很高啊。对啊，应该有用珊瑚块吧，它不是珊瑚块，珊瑚块不好看啊。刚派气换他气开始笑了。派气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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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到了，但我不强求你。超开心！好丑！哎，怎么这好丑？原来是因为很丑啊！崩溃了，会被杀掉，很丑，会被杀掉，会被杀掉！你好丑哦！哦，太崩溃了吧！超开心，快盖呀！我盖完了，我盖完了。我觉得被杀掉，东西啊，太开心了吧？对啊，到底又弄了，要被杀掉，还被杀掉了，要被杀掉了。不要笑那么开心，被杀掉！哎，要被杀掉了！那很开心的，太开心了，又被杀掉了。郑秋风，剩我了。对，就剩你啦，风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！哦，这个是梦想哎、欸，人类的梦想哎、欸，人类的梦想。上月球吗？哇塞！人类的梦想，可以在天上飞吗？哦，天上飞算什么？这个绝对可以，绝对可以吗？哦哟，哦哟，人类的梦想，这么伟大，一定等。我聊天是以为我在开车，没有啦。等下猜题，让我来解释一下我的设计理念。设计理念，设计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就这样了啦，没时间再盖了。啊。哎、欸，是小雨，为什么现在才抽到这一题？我也要盖啊！你是繁星的，你也想盖吗？阿静，你怎么把我盖成这样了、啊？我马上就看到了阿静。是什么东西？觉得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是我刚不会是那一题吧？哎呦，惨哦，惨哦，怪怪的哦。啊，怎么看都不太像哦。小雨，你是不是画蛇添足啊？啊，一个没有嘴巴，一个嘴巴长这样、啊。不是，我原本想要盖个人柱啊，可是这人柱他的人设很难弄哎、欸。那这人柱是谁啊？那个人柱就是那个本人啊！啊，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他你虽然人全部都盖得很清楚，可是完全猜不到啊！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那个意思，这样子。这是谁盖的？阿皮盖的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一下那个环境，再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好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这个好微妙哦，很有万圣节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很相似，我也知道两个人物。某一季我来看的时候看到类似的。我觉得我这个很好，奇怪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些怪怪的东西？怪怪的东西。哎，方块为什么可以有两边不一样的颜色啊？嗯？方块。这个太神了。什么怪叔叔？你们才怪！是怪叔叔啊！是可以改变单边颜色吗？有这么强的东西吗？
那不然这里为什么会是那个是没有树皮的木偶吗？等一下再问繁星好了。哦，是我的，是你的。他说根据繁星所呈现的，我都用，应该是那个显示光影色彩不那个啊，不完全吧，嗯、阴影错误，可怪的。哦，我懂了啦。难怪是草，我想说怎么有个台湾，那不是台湾，像哦。我想说为什么手上拿着台湾？台湾你都看得出来，太强了，有点猛。巧克力剩你了。今天的题目是你朋友的中二梦想。嗯，朋友，这样才是梦想。嗯，有来了，好，好，梦想回合结束。好坏哦，竟然还有副作用。啊、所以现在是怎样？谁是第一个吗？哎，好像是我。他第一个是空白地图，可以点吗？所以要丢空白地图。哦，我来了。第一个就我的。没有，他是超帅。什么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从窗户带他出去。因为我没有那个盖、啊、的人。有我盖的啊，盖的人要自首是不是？啊、我盖的人自首。盖的人是那个杰克。杰克盖的。这是夜王、喔。你有当夜王，你该这样。我没看过吧？你不会读的，难怪你说会被他骂。你在看什么东西啊？我不会、欸、你两分啊，还可以。这是我朋友的梦想哎、欸。两分，难过了。哎、欸，太神了，太神了。Q 出来 ，Q 出来，让 Q 出来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每个 Q 应该就可以了吧？那我多少 Q？ 这个女的盖的还可以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啊可是那男的八张夜王啊，不会盖、啊，你个头啊！回我夜王不能忍。对啊，好像了。而且为什么还裸体？人家穿因为我跟他红色包。其实你知道我查到有两个人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。啊，这样你脖子也太长了吧？脖子，这个脖子断掉了。所以大家都给了吗？给了，给了，给完了。所以他没有，大家都给就换下一张，还要自己点。我还没给，我没给。啊，是你还没给。那怎么给 ？Q 哦 ，Q 出去。哎、欸，一样、欸。得过之后，那个光点会闪。对，会亮亮。手上看一下，是不是都在闪？耶！就看到谁给谁给几分。我丢了，我丢。给自己分数哦。太神啦！你给自己太神了。太夸张了。可以啦。哎、欸，所以不会不会有看到最后的最后吗？最后才那个。不知道这个怎么没有那个？这个就没出了，没出现了。这个是我给。巧克力谁猜？我猜的。感谢。小雨盖的，秋风猜什么？我猜什么？我猜是哦，这个好久了。哎，怎么办啊？对啊，再试试看，再试试看。再丢会有吗？再丢会就刚按太快，直接跑到下一个。我猜那个啦，那个什么，学生时代什么交男女朋友，哦，想在学生时代交男女朋友，哎呦不错哦，哎呦，蛮学生感的，所以说小雨盖的，再给下一个，这个不错，萌萌的，萌萌的，还有人还没好吗？我偷看杰克给几分。你是不是很心虚都给太神啦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很心虚，很心虚，很心虚。嗯，他到底要怎样到下一个、啊？好，不走。我刚刚按空白地图，是按右键就跳下一个了。我刚按右键，
那你想想看啊、哦。哦哦，有了，学生时代交男女朋友，太神啦！太神，梦想学生给他寄一个太神啦。太好了，太神啦！来哦，我等完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也要，这个也可以等哦。所以都要再按一次。哦，哦啊、这谁盖的、啊？这是我自己盖的，阿米盖的。就是学生，就是后面是一个教室的概念。嗯。哦。为什么桌子都要分两边呢？就男女生分一边啊。对啊，就要划线。对啊。然后會拿美工刀戳人。好痛啊、哦！也太凶了吧，只是铅笔而已吗？我们那时候不是都动电板吗？然后直接横切用抖的那种剁下去的。哦。超级抖。我没有说美工刀刀片要伸出来啊！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你们那个每天都血光之灾吗？是啊，血光之灾。哎呀，再换下一题了。哎，我对。小雨啊，吃不胖，而且很健康，好可爱哦！所以这是谁盖的？我盖的。这个是小雨盖的，这是我猜的。天天吃麦当当就有大有大就有大鸡鸡，一百分太棒了，太好笑了，太好笑。哎呀，看穿郭府的哎、欸，我盖的，我盖的，这个盖的旁边的那个打勾是什么？每天吧，每天啊，每天、哦、每天哦。哦哦哦、oh, 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开心，大鸡鸡，这个大哥神奇了，这是什么？你转到正面，要转到正面，哇，我盖的，哇，哇，太爆了，哎，垃圾食物，哇，那么的肌肉你看不出来吗？你一定是盖的，你太黝黑了吧？一百分，太烂透了，变成大胃王了，哎，拥有痛。我朋友的梦想，常常你朋友的是不是？嗯、朋友的透明或者是时间暂停，有没有？我以为你会是什么那个拥有超能力那一题耶。那这个就算是一种超能力啊。这个是超能力、啊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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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章鱼哥，这个盖的比刚刚好一点。我觉得这个不错。太好笑了！暂停还要看得看得懂这个哈，看得懂啊，看得懂看得懂。我盖哎，他跟我盖的很像哦。看不太懂啦，但他有写上，应该都懂。看不太懂。对啊，那个写字要先扣一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扣一分，扣一分。好好，往前推一分。这个可以哦，可以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跟这个东西？哎、欸，好，我来解释一下。我来解释一下。好，你解释一下。解释你解释。因为他说不能过，不能过嘛，要么就是透明的过去，要么就是时间暂停过去啊。你们在想什么？刚聊天室也这样子。这个猜的猜不中吧？这猜的怪怪的哦。他不是冲过去吗？我看起来怎么看都像。牡丹牡丹。怎么看都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哇哇好猛！哇好猛！宫口漫画家有没有？哇太猛了！我朋友我朋友我朋友。难怪这么坚持我朋友啊。对不对？个人切菜，等一下，个人切菜会这样？我全录啊！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那个宫口漫画没有一个像的、啊。是啊，要开演唱会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原本是要猜写真集哎、欸，可来不及。里面有因为画、啊、这边是画啊。哎、欸，我刚看的时候好像这边没有哎、欸。烂了，太烂了，太烂了。刚看的时候这边没有画哎、欸。畅销有这么一堆牌子要买啊。太烂了，太烂了！猜这个没问题吗？还蛮有问题的、啊。个人签账会，赚的好大哦！谁盖的？谁盖的？我盖的。
阿比盖的，阿比盖的，好多白痴啊！开一场演唱会，演唱会可以可以，秒歪有没有？秋风的朋友的梦想歪了。对啊，宫口漫画家嘞，怎么不见了？欸、他可以不穿衣服唱歌、啊。越讲越小声，我盖的，越讲越小声，还要放烟火、哦，有人重叠个人演唱会，哦，还有烟火啊，烟火、哦，这个是谁盖的？哦，我盖的，我盖的，这就是黑色嘉年华，真的，嘉年华。很烂呢、欸！所以人在哪里？欸、没有人没有梦想烟火啊。傻眼！我没有办法了，可以揍他吗？挨打攻击啊！不见揍他吗？哎、欸，这剑为什么会动啊？他不见了，拍一下就没了，太大力了。这剑为什么会动啊？好恐怖哦！啊，那个是我射弓箭射到的。是啊。没有梦想问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烂透了！可以啦，好盖、欸，对不对？傻眼！什么好盖？看一个，下一个，翻脱了，盖都不用盖吧？哎、欸，真的，连盖好不好？这是秋风的，我还记得。没有啊，这边有两个，这边有两个，所以我就把它封印起来。封印。哦哟，现在有猜中嘞，对不对？烂透，别人都猜出来了。小雨，你盖太多了啦！是不是？我也觉得。哇！怎么有啦？我猜对两个字，我猜对两个字。你猜对谁？搞不好梦想回来，梦想回来了。文涛，没有，因为没有梦想，没有，所以就问句杰克啊？杰克，你说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杰克啊？我原本以为那个上一次火神那一个，我按一下就盖完，我想到有比。那个更简单的，都没想到吧？太扯了！我们宝可梦大师是谁盖的？谁盖的？我啊，繁星，好猛！这是御三家吗？这个妙蛙种子就变成这样而已吗？就这样而已啊！杰尼龟、妙种子、小火龙，这个该不会是伊布啊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最新的哎、欸！我天哪！有点厉害，有点像哎、欸！我的天哪，有点像哎、欸！好猛、喔，好像蚯蚓啊！什么蚯蚓？我说那个吧，小虫、百战天虫吧，还是什么的吧？那个怎么那个拉法那个？太神了！神奇！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打错字？打错字？他吗？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大师球？大师球？皇冠？有没有？那个看完刚刚再看这个，这个大概只有一分而已，有没有？这个阿比完全懂我哎、欸，这个超透了，烂透了。